欢开心果第三集的播出。那么今天的播出呢，是我最高兴的、最开心的，就是说，没想到我真的做到第三集了。好，今天为您邀请到我们节目中的特别来宾，就是大家很喜欢，而且在我们国内大家耳熟能详的两位大人物。一位呢是在我左手边的王日升，大家好，各位请。另外一位是大家熟悉在运动上可以说相当活跃的一位古今水先生。那么王日升呢，他是一位歌星，那么跟我私交也不错，那我们跟他比较熟，那所以但是古今水呢，他是第一次上我节目，或是我是第一次跟他见面，所以说呢，我想你暂且放在一边，那么我先跟他寒暄几句，你不介意吧？当然应该是。来，哎，你好，你好。古今水，我们都知道他在运动场上表现的才华呢，可以说这个为我们国家争取了很多的荣誉，同时我们国人也以他为荣，我个人更是相当的崇拜你。同时他在运动场上破了很多的各项的记录，他的撑杆跳更是为人津津乐道的，而且听说最近也破了很多撑杆跳的记录，破一次啊，我是给你面子呢。不过以后还会有更好的这个破的记录。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他当初破的这个撑杆跳的记录的影片，我们来看一下好吗？哇，不得了不得了，虽然我不懂这个，他是破纪录是有多高的这个要跳多高才算破纪录？我们国家有一个全国纪录嘛。好，你就是超过那个人，超过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古今水，就是你，你超越你自己。哎呀，太厉害太厉害！你就是这一次跳的时候留一点，那以后自己再超越自己，然后再还是再留一点，是不是啊？太好了！对，我还忘了这古今，这个还有王志在旁边，对，不过你比较熟嘛，那我等一下再问你。没有关系。那就算了啊，真的没关系吗？你真的是没关系吗？真的，我跟阿准是好朋友。在开玩笑，王日升呢，真的也不错，在我们国内的歌者，他是属于这个最高的一位。是啊，不是说他的才华高了，说身高很高，不，才华也不错了。那我看就到这里好了，好吧？那么在我们这个在现场看到很多这个奖牌啊，还有金牌啊，一些这个奖杯啊等等，我们就看到琳琅满目啊。那么至于他们的来历，还有他们这个获奖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再一一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让朋友欣赏一段非常精彩的广告。刚刚提到我们古今水呢，这一次又破了他个人所保持的全国撑杆跳的记录，那么个人又把自己干掉，这是令人非常的佩服。我们知道王日升呢跟这个古今水是很好的朋友，对，而且好像认识好几年了，好几年。那当初是怎么样情况之下你跟他认识？因为你是歌星，他是一位运动员，应该不同的场合怎么会搅在一起？我们确实是在运动场上认识的。好，那他大概看我打球嘛，他觉得大概是看这个人实在是打得不太好。这个不用解释，我知道。所以他过来指点你。过来指点你。对。你们是因这个打球而认识，那就叫球交了。后来他也喜欢唱歌。他也会唱歌啊。对，他歌唱的也不错。这个既然就是这个我们古今水喜欢唱歌，能不能哼两句我们大家听听啊？清唱一下，两句就好，好不好？等一下我叫制作单位多给你500块。唱两句就好。也许孤独是我唯一的选择。好啊，不错。哇，这个歌是谁的？还有王日升的。对不起，这种不红的歌以后少唱。你明明也会唱。我忘了。好，那我们一同来欣赏我们为你安排的这一段陈年好歌。那么欣赏完了陈年好歌呢，我们就要为朋友介绍一下这些奖牌了。平常先讲这个琳琅满目的，我也不知道从何介绍起。哎，王律师，来，这个他是你好朋友，你是不是帮他讲解？这个从哪一个讲起？哇，这个好多奖牌，太多了。哎呀，这个总共阿水，总共不是古今水，因为我称惯他的昵称啊，昵称总共是五，得过五。那你就叫阿姨好了，阿姨，哎，好恶心啊。古今水总共得过54面金牌，得过54个金牌啊！哎呀，不得了，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是，我个人也得过6个金牌，真的，我家有6个金牌，我在中华路买的。有一面很有意义，就是这一面是吧？对，就是这一面相当的特殊啊！你介绍一下这一面。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是
在雅加达的这个亚洲杯的田径赛，谷金水为我们中华民国夺得了这个亚洲的这个十项金牌，十项全能，对，十项金牌，哎呀，不简单不简单，这几年前呢、啊？两年前。哦，那怎么褪色这么厉害？啊，不过这个，我想这个是它的重要的是在它的意义上，而它的荣誉，而不在这个金牌的本身。好，那么我想，等一下，我也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牌子要送给你，送给我，哎，是是是，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牌子，你知道吗？请看看，哎，这个是我跟谷金水刚刚认识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一起买的一张唱片，是郑定一先生自己做的唱片。好了，收起来。哎，还蛮像我的啊。好，你给我记住，你给我记住。好，哎，谷金水结婚了没有？还没。你还没结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有问题，有问题想请教我，不急了，不急是吧？你今年今年27岁，27而已啊，哎呀，我跟你说，看起来跟你的年龄蛮符合的啊，嗯，那么你对以后娶太太的标准有没有什么个人看法？有，我只要是女的就好，不，只要她宽容，还要体贴，就是跟我。像我的话，我娶太太也没什么条件的，只要她漂亮、美丽、有钱、大方，干净，而且听话、贤惠啊，我也没什么要求了。那王菲就是了。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邢顾问啊，为各位朋友他的这个婚姻的见解。哎，这是撑杆跳所用的这个杆，对不对？哎，这个正确的握法是怎么样？请谷金水为我们示范一下。你不用了，你不用了，这样子吗？哦，这样拿，哦，然后往前冲，一撑就过去了，就断了，杆子过去了，人还在。不过我觉得这个这个是有特制的，是什么材料做的？纤维杆做的。哎呀，不简单，你跳过没有？这个我不会，我是单杆。不过我建议你埋根回去慢慢练。哇，你真的练不出来呢，你就把它拿来塞衣服，也蛮实用的。好，那我们今天谷金水难得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想请问他个人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观众朋友我觉得作为一个运动员，不仅是要克服很多困难，是必须自己要意志力要坚强。对对对，就是不管你碰到任何的艰难，或者说一些我们无法克服的，你要想办法去克服它。是是，没想到你有这么高尚的情操，难怪你的成绩会这么出色。我们也预祝你呢不但在我们国内，甚至在亚洲，甚至在世界的这个奥运上，你也能为我们国人争取更高的荣誉。哎，感谢这个您今天的参加。好，谢谢王志生啊，您是个好朋友。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朋友来欣赏我们王志生为您带来的歌曲。下个礼拜再见，开心。悲伤是我唯一的颜色。